我的消失给音乐社所有人带来了不安。随着夜越来越深，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五人中爆发着。原本以为今天的怪事就到此为止，却没想到传言中不存在的黄金列车这一次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。什么？林默不见了？我不是说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吗？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啊？洛洛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了就能把林默换回来吗？我对不起。难道真的是野人坟偷走了林默？洛洛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中午的时候因为看到下雪了，洛洛放心不下你们，就和我还有林默中午出门去找你们了。早知道不如不出门了，抱歉。然后呢？我们没看到你们啊。然后我们也走到了轨道的交叉口。你们是去了运河码头那边吗？怪不得我们去了右边的山上，上了山之后没有找到你们的痕迹，我们就暂时分开，看看山上能不能找到你们在哪儿。然后林默就这么不见了。林默凭空消失了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和洛洛把山上找了个遍，没有发现林默的身影。他没有说什么吗？还有你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其他人？没有，就我们三个。之后你们就回来了。我们不回来怎么办？雪越下越大，而且山上信号又不好。唉，只能希望林默自己下山了。结果林默没回来，你们几个倒是安全回来了。洛洛，哼，现在的情况还是先报警吧。我们打过了，可是那边说失踪才两三个小时，离24小时远着呢，根本不可能立案。带上手电还有衣服。迟疑，我们走。让开，孙一航。天都快黑了，你去哪儿找他？而且水下这么大，你也想失踪吗？总不能现在什么都不做吧。再说你也知道雪这么大，林默一个人万一好，你要出去找是吗？一个人肯定没有一群人的力量大，我们都陪着你，音乐社全部陪着你。文文，芳芳，把你们的外套也找出来，我去找手电筒，大家一起去找，全部出去找，不找到都不回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。哦哦，好。好了，满意了吗？孙一航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残酷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总要有人去做这件事，放心吧。洛洛，他只是冲动，我没放在心上。嗯，大家准备晚饭吧。万一你莫回来了，看到没有饭吃，又要碎碎念了。嗯嗯。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。嗯，林默的那份饭留好了吗？放冰箱里了，虽然这个天气不放冰箱也没关系。
你们真没看到林墨是怎么消失的吗？展一文，你说林墨会不会真的被幽灵给抓走了？其实我也在想，会不会林墨也遇到了幽灵火车，然后顺着火车进入了野人坟。对了，我想起来林墨说过，这个岛上似乎还不止一个怪谈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不行，还是打不通。现在只能希望这个雪能停下来了。林墨说，嗯，林墨说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未来需要我们一起扛。那个家伙总是在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大话。方向瑞、孙一航，我们合作吧。嗯，好啊好啊，早就应该这样了呀。哎呀，刚才你们吃饭的时候气氛真的好尴尬，我很担心你洛洛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能帮到你的，尽管开口。洛洛，哎，为什么？孙一航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明白，那么就先这样吧。啊，怎么突然暗了？是断电了吗？大家别慌，待在原地不要乱动，先把手机的电筒打开。我的手机在餐桌上，我去帮你拿。应该不是断电，你们看，村子里的灯还是亮着的，估计是跳闸了。奇怪，我们没带什么大功率的电器啊。有谁记得电箱在哪儿吗？不记得了。我知道，是在外面，我出去看看。啊，我也知道，等一下我。迟毅，我们出去看看吧。啊，好。方祥瑞，你留在这里别动。他还是不信任我吗？不，他只是害怕再次失去。等一下，我想李默的消失，可能那个地方会有线索。哎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迟夜，帮我照一下。看得清楚吗？可以，我找一下电闸。哎，孙一航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很黑啊。跟我来，应该就在这里。到了。这是什么房间？好像白天林梦没有提过这里啊。我也不知道。准备好了吗？弄清楚了吗？马上。好像没有哪里烧掉。洛洛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应该拉这里就可以了吧。一来电了，火车，好四眼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洛洛，这怎么可能？哎，来电了。什么嘛，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啊，你搞什么？哎，我先走了啊。是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过已经够了。这下真是被你坑惨了呀，林墨。消失了，可是
地上还有黑色的痕迹，难道幽灵火车真的存在吗？未完待续。